何却非常擅长了啊，从小坐轮椅，看到这个就特别的喜爱。然后在湖边教梅林跳 Tango 舞，那叫 Tango。Tango Tango。Hello， 优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学义，我是吴景言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找他干的这个过程当中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挑战。抽卡讲故事挑战，两人依次抽取 emoji 卡片，并接力讲述一个慕容锦和梅林之间的爱情故事。自行车。有一天，西燕进贡了一辆这个两个轮子的东西，那两个轮子的那个锦和就非常擅长了啊，从小坐轮椅，看到这个就特别的喜爱，于是呢，他就带着梅林想要出去兜风。嗯，讲真好。然后他俩呢来到了一片湖旁边吧，然后呢梅林特别想给景王跳一支舞，但他不会。然后这时候呢景王穿上了他的那个红丝绒外套啊，然后在湖边教梅林跳 Tango 舞，那叫 Tango Tango Tango。 好然后呢景和就教梅林怎么也学不会，然后呢景和没有生气，梅林气得不行。哎，梅林气得不行的时候，远远的来了一个人，锦和和梅林都不认识他，然后这个人戴了一个这个小丑面具。然后我们再抽最后一张，然后给他们一个 happy ending。哦，然后呢这个小丑呢就拿出来了一个烟花，然后说看你们郎才女貌，那个什么烟花就送给你们，然后就叮咣叮咣打打打，然后这个景和和梅林在这个湖边的这个小广场看着这个烟花，然后幸福的拥抱在了一起。嗯。